个欣欣跟弟弟留步一下，到这儿来两步。我吗？对对对，欣欣也来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，就是刚刚我突然其实想到了那种很欢乐的场面，我在剧里其实看到最多的这种欢乐是在云梦泽的时候，就是下到凡间，然后当时在凡间大家就是感觉好像比较接地气儿，过上了烟火气的快乐生活。那想问一下二位，如果说我们小兰花下一世，我们不管是转世也好，历劫也好，又去了云梦泽，你觉得你会转成一个什么花？那我觉得我应该会变成一朵小笑花，因为你很好笑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来，对呀，说笑花就有笑花，来，欣欣拿一下。你想跟小笑花说点什么，让他笑吗？举大赛的啊，我随便说哈，是随便说吧，可以让他笑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小笑花，祝你如果去了云梦泽，你一定要每天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要笑哦。这个动作只能对我做。哦，好吧，本座允了，本座允了。OK OK， 其实这个笑花呢，各位也看到了，它是我们爱奇艺的另外一档综艺节目，叫什么？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，然后今天也算是一个梦幻联动、马上就要上了，各位要多多支持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二哦，谢谢。好的，两位请落座。好的，谢谢谢谢欣欣，谢谢弟弟。